手啊，就底层啦，底你一块根啦，秘书啦，秘书哦，阿妈，我这秘书是要到什么时阵啊？就讲四十年的哦。那呢，我是不是老火老到死去啊？更年期啊？怎么可能？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那么好，那么年轻。胸闷、情绪不稳定、性欲低落。有计划生小孩吗？顺其自然，反正还有时间。你没有时间了，因为早两谁给爱听啊？这是世界上该听爱听。我不喜欢听，你拢讲查某歌就可怜。咱早人这世人吼，都是安尼听过来啊。林佳敏，那你戒指嘞？有啊，嗯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说。